Now News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诸葛亮。农历新年已经到了，就在这里祝福大家，新年财源滚滚，猴年行大运。诸葛亮祝福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采洁，祝福 Now News 的读者朋友大家猴年猴健康。Now News 的所有朋友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。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啊，阖家一起来看大伟龙嘛，就可以让全家开开心心的过年。大家好，祝大家猴年行大运，像猴子一样蹦蹦跳，到处手到擒来，财宝用不完，大家大发利息。